他们的身体状况频出，右眼皮下垂，呼吸已经十分不行了，然后躺那儿就动不了了。重症背后病因实属罕见，健康之路特别提醒，这种无力需警惕。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先请大家来看屏幕上的一些症状：眼皮耷拉下来，上楼腿没劲儿，咀嚼吞咽费劲儿，梳头抬不起胳膊。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您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一个科室去就诊呢？也许您会想到去眼科、去骨科、去耳鼻喉科就诊。但实际上呢，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建议您应该去一个有可能您意想不到的科室。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呢把专家邀请到台上，让我们欢迎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达宇威主任医师。欢迎达主任。您好，达主任，欢迎您。您好，主持人。达主任是我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那刚才我在屏幕上提到的这些症状和我们神经内科有什么关系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呢，是我大概是七八年前接手的一位患者。她呢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性。一开始呢，她的病情呢比较简单，就是刚才我们大屏幕展示的是眼睛耷了下来，我们用术语说叫眼睑下垂。那当时呢，他的症状比较轻，而且呢时好时坏的，他也没在意，就自己呢去药店买了点眼药水滴了滴。那又过了一年的时间呢，他就觉得这个耷拉的越来越重，然后呢他就去当地的眼科医院，眼科医生呢把眼睛的相关的检查都做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就还是建议他呢继续滴眼药水。嗯，又过了一两年呢，他就出现了新的症状，觉得自己走走路就没有劲儿了，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就走的时间长就没劲儿。他就去了当地的骨科去就诊了。骨科医生呢给他做了检查，确实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呢还没有够到去手术的程度，所以医生呢就建议他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呢，病人觉得症状似乎呢也确实是好了一些，但是呢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以后呢，还是走走就没劲儿。刚开始可能能走个1公里，以后呢就越走越短，可能一次不休息只能走500米、200米、100米，最后呢就是一点也走不了了，只能靠轮椅来维持常生活。这时候呢，他辗转呢来到了我们神经科的门诊，经过治疗以后呢，病人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再过半年来复诊的时候呢，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轮椅，他的眼睛呢也恢复了正常。所以病人真的很开心，但是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他的下肢的肌肉呢已经一部分呢完全被脂肪所替代，那遗留呢在蹲下站起来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帮助借助一下外力，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病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那这是一个什么病呢？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疾病，它的名字呢就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刚刚屏幕上出现的诸多的症状其实是因为重症肌无力所引发的。是的，这个疾病是归属于我们神经内科来诊治的。是的。嗯，其实我们以前呢也听说过重症肌无力，好像呢就是原本有力量的肌肉变得慢慢的没有力量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肌肉出现这种变化呢？我们知道我们肌肉之所以能够随意的收缩，或者是我们之所以这个手我们想动就能动，是因为我们从大脑呢发出了指令，通过周围神经呢就到达了我们的肌肉。从神经到肌肉这个之间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解剖结构的，这个呢就叫神经肌肉接头。那我们的疾病呢主要的损害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区域。我们看
神经冲动呢，它会放一些递质，递质不断的释放出来，通过我们神经肌肉之间的间隙呢，作用于我们肌肉的最外一层膜上。这个绿色的东西，我们就说它是这个乙酰胆碱受体。这种物质和这个受体结合以后呢，我们的神经冲动呢就能传到的肌肉，我们的骨骼肌呢就可以收缩了。嗯，当我们的抗体产生把这些乙酰胆碱受体封闭了以后，那么这个电的冲动呢就没法传递下来了。嗯，那我们的肌肉呢就没法收缩。如果我们这受体呢破坏了比较少，我们的病人还是可以活动的，活动活动呢他就出现了没劲儿的表现。它破坏的越多，我们的症状呢就越重，因为这个受体位于我们全身的骨骼肌的各个位置，那哪里出现的破坏，哪里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嗯，那最终是什么原因导致体内会出现这种变化呢？那我们在胸腔里有一个组织叫胸腺，比较公认的观点呢就是我们的胸腺在长期病毒感染的情况下，胸腺里的细胞的结构呢发生了改变，嗯，就产生了抗体，产生的抗体呢就随血流到达全身各处，那么到达哪里的就损伤到哪里，这个情况呢是各种各样，临床表现是千差万别的。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的机理还挺复杂的。是的，尤其是带给我们全身的这个破坏伤害也挺重的。是的，所以在我们以往的概念当中啊，这个重症肌无力是一个不治之症。那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呢这个病的治疗的方法真的很多。嗯，那这个病一开始是在1899年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无药可治，当时就命名为重症肌无力。但是呢10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科学技术呢发展得非常快，能够可用的药物呢越来越多。嗯，用目前来说，用了这个相应的药物治疗之后呢，可以使80%到90%的病人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从一个不治之症哈，变成了可以控制的一种疾病了，这对于绝大多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而且呢今天我们现场啊也请到了四位嘉宾，我们先欢迎大家的到来。这四位嘉宾呢，有三位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有一位呢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家属哈。那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当时我们在发病的时候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啊？通过大家的介绍呢，也可以让更多的我们的观众了解这个疾病。那我们先请张烨先生说说您当时发病的时候有什么典型的表现。我当时的症状是眼睑下垂和双眼复视。当时我是发病的时候呢，就是睡完觉以后啊，第二天早上，然后就感觉到就是比较怕光，就是不管是太阳光还是说这是咱们电子这种光哈，就觉得就特别刺眼。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慢慢的开始看东西是复视，复视呢是上下复视，看东西是上下的重影。第二天一起来以后就是右眼皮下垂，整个把我眼睛全都给封住了，就一个眼睛看。嗯，当时我就觉得有点这个可能就不对了，不是一般的小毛病了。当时可能就认为是眼睛问题，后来去了那个医院也给我看了看，眼底啊眼球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也没什么药可吃。嗯，后来我去中医那儿也看了看，看了看也是一样，给我吃的中药什么的也不怎么见好，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就是自己是可能认为可能是跟神内有关系，我就挂了一神内的普通号，这么着，然后给我做了一些试验什么的，初步诊断我是这重症肌无力。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除了眼睑下垂，您还出现了复视。那您的那个复视能否用语言来描述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复视对我来讲，生活呀就干扰特别大。上下复视，看什么都是上下两个。哦。看电视，两个电视一上一下，然后看手机也是，里面的字儿、手机屏幕都是一，看人也是一样啊。最关键就是下楼梯，下楼梯我这特别可怕，我老得扶着。嗯，楼梯是重影儿，你想想，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虚的，对，是吧？危险，一脚踩空的话就容易摔下去。对。嗯，然后还有一就是笔记本，当时那时候我是参加工作呢，还也没歇假嘛，就做些合同什么的，哎呦，非常别扭，全都是重影儿，我不知道哪是什么的，敲键盘也一样。然后后来我就是我自己琢磨的啊，就是拿一个黑布把我眼睛给蒙上一边，然后另外用一个眼睛看，这就属于清楚的。哦，你知道吧？但是非常累，
用几分钟这个使的眼睛那个用眼那个特别累，然后我倒着啊，把那黑布再倒着那只眼睛那只休息，反而是给我生活带来确实非常麻烦。那这个无论是眼皮下垂还是复视，是双眼出现还是单眼出现？双眼。那对于张越先生来说呢，重症肌无力主要是攻击了他的眼睛。那到底是眼睛的什么样的肌肉受累了，就会出现相关的症状呢？眼睛的肌肉的受累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外的肌肉一共有六条，分为内直、外直、上直和下直肌。控制眼球的肌肉，它的控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内直肌和外直肌的这个眼肌受损，病人就会出现的左右的复视。如果是上直肌和下直肌的受累，病人就可能出现上下的复视，还有上斜肌和下斜肌，他们的受累呢也会可能出现上下或者是左右的一个双影。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病人有的没有看东西双影，就单单的眼睑下垂。那眼睑下垂它累积的肌肉呢，我们叫上睑提肌，它专门是管我们的眼皮上抬的，我们叫上睑提肌。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就是受到了这个肌肉的控制是吗？是的，就是我们能够闭上眼睛是另外的肌肉，我们睁开眼睛就是上睑提肌的作用。如果眼皮耷拉下来，它就说明上睑提肌受累了。但是耷拉眼皮呢，其实有很多疾病需要鉴别，并不一定就是重症肌无力。所以我们临床上呢，会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和这个辅助检查，我们查体的结果来综合分析它是不是上睑提肌受累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极度疲劳极度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眼皮都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引起的眼皮抬不起来，和因为重症肌无力的发生所导致的眼皮抬不起来，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临床上我们常常会给病人做一个实验哈，叫上视实验。那我们正常困得不行累得不行的时候，休息一会儿会恢复得比较好。那我们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让病人呢做一个在头不动的情况下，然后眼睛看向前上方，可以看上天花板的位置，这样持续上视一分钟。如果一分钟眼睑都不下来，我们就说这个病人呢至少在上视实验是阴性的。明白了，那我们这样请张先生和刘阿姨到台上来，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的测试好不好？也教给大家如何在家庭在生活当中来自测一下。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以岭药业莲花清瘟胶囊赞助播出。打主任，这个自测的方法具体怎么做呢？您教教大家。通常呢我们会嘱病人呢，您的头不动维持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你的眼睛呢看着我这个手哈，往尽可能的往上看，这样呢来持续一分钟，尽可能的不眨眼睛。这就需要睁大眼睛，是的，使劲儿的抬眼皮儿。是的，就是不要眨眼睛，因为如果眨眼睛了，就影响了测试的效果。维持到60秒，到这个过程中呢，您会很辛苦，眼睛会很酸，有人呢会流泪，那就尽量的坚持一下，因为这属于一个很正规的临床测试。说话的这个功夫差不多已经有20秒了，我注意到其实张先生已经在10几秒的时候就眨眼了。刘阿姨坚持的怎么样？对，坚持的非常好。配合的非常好，再坚持一下哈。好的，时间到，请达主任来评判一下两位的表现如何呢？刘阿姨配合的非常好，张先生呢虽然呢眨了几下眼睛，但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跟他早期的这个眼睑下垂相比，已经恢复得相当的好了。如果没有重症肌无力的话，大概能坚持多久呢？坚持60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看来就是刘阿姨没有重症肌无力。我没有，所以表现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说实话，如果要是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张先生是曾经患过重症肌无力的。那您现在眼皮还会不自主地往下耷了吗？没有了。看东西会重影吗？都没了，完全没，跟正常人一样。现在恢复得非常好。非常好哈，辛苦两位，我们可以回到座位啊。第一项检查的时候，病人如果说眼睛上不去，我们还要检查的第二个，就让病人使劲的闭眼，看什么呢？看眼轮匝肌的力量，因为这两块肌肉受损往往是同时的。如果病人闭眼也没劲儿，睁眼也没劲儿，那么除了眼外肌，还有面肌的受累。可能要考虑这个病的可能性就大了。如果是只有是神经的受累，他不会这闭眼
和睁眼都受累，它有这样的临床上这样有这样一个鉴别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二位嘉宾谢先生，当时在发病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典型的症状呢？您跟我们说说。我当时的症状就是咀嚼肌无力，伴随着这个咱们的面僵，所谓面瘫，面部没有表情，就是正常人的比如说笑啊微笑啊什么这个我基本上没有了，就是咱们所说的这叫僵尸脸。在之后陆续又过了有3月吧，出现咀嚼肌无力了，伴随咀嚼肌无力完了就是吞咽稍微有一点困难了。完了还有其他并发症，就是左眼这个出现这个下垂，完了过一段时间又是右眼。这样我意识到比较严重了以后，就是开始就是寻医。那您当您出现咀嚼肌无力的时候，你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呢？比如说是吃东西的时候没劲儿，硬物嚼不了，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饭菜的情况下嚼个5-6下就没有力量了。得休息大概个10秒钟左右，再咀嚼。咀嚼之后再休息一下，完了再吞咽。那吃一顿饭得花费多长时间呀？很长时间。怎么说呀，这个太影响生活了，在当时。是单侧咀嚼无力还是两侧都有？双侧都出现了。那像谢先生出现的这个嚼东西都费劲儿，嚼2下就得停下来歇一歇，这个究竟是哪里的肌肉出现问题了呢？我们说在咀嚼的时候呢需要用到的肌肉就叫咀嚼肌。在哪里呢？咀嚼肌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腮部的位置，您可以试着咬一下，用手呢来摸一下，你就能摸到你的肌肉在动，鼓起来了。对，你一咬你就它鼓起来了。我们这个位置呢就叫咬肌，那上面那个位置呢叫捏肌，那这两个一块儿我们称之为咀嚼肌。咀嚼肌的受累导致病人的咀嚼不能，然后呢他说的面肌无力，也就是他面部发僵活动不了。那面肌呢是由面神经支配的，面神经和面肌接头的神经肌肉接头出了问题呢也会出现面肌的无力。谢先生提到当时发病的时候连笑都笑不出来了，那面肌也是在支配着我们的表情是不是？是的，我们面部的所有的和面肌相关的大概有10来块肌肉，那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哭和笑惊恐等等，这些都是由面部的表情肌来支配的。比如说我们微笑，那我们最常涉及到的肌肉就是我们的口轮匝肌，还有就周边的一些肌肉。那我们临床上怎么去判断哈，一个人出现的这个吃东西没有力气确实是因为咀嚼肌受到了神经的支配的变化产生的病变的反应呢？我们就会问病人您吃饭是比之前是不是有延长很多时间呀？因为他嚼嚼就没劲了，他就得需要休息，这样反反复复呢，他吃饭比如原来吃饭用10分钟现在就可能要20分钟，吃饭时间的延长。那再一个呢，我们还会问他咀嚼硬的食物行不行。那么最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您能嚼花生米吗？因为花生米是比较硬的一个食物的代表。你能嚼动花生米吗？病人说没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过去了，说明不存在咀嚼肌受累的问题。如果嚼不动呢？如果嚼不动，那基本上结合他的其他临床表现就要高度怀疑了，他有咀嚼肌受累了。谢先生当时在发病的时候能嚼得动花生米吗？有时候嚼不动。有时候你休息好的时候可以嚼动。可是只能嚼个2-3粒就是上限了。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说，就是你咬合的时候啊，就是你自认为那个用力很大了，可是花生米不碎。是这样。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呢？面肌无力刚才我说过了，一个是用上部面积用闭眼睛的方法去检测。那还有呢，如果呢就是让病人去鼓腮看看这个面积有没有受累，像吹气球一样，但气还不出来，鼓腮帮子。是的，我们带着两位嘉宾来做一做哈，也让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个自测的方法，请达主任教教大家怎么样来做鼓腮帮子的自测。像吹气球一样把这个嘴呢鼓起来。
刘阿姨说的好好啊。然后呢，我们就会用这个手哈，给他一定的阻力，去按腮帮子，就按不动。那么，如果是病人呢，你一摁呢，一下就漏气了。嗯，更严重的病人呢，就是根本鼓不了，哦，我们叫鼓腮不能。哦，那您看看刘阿姨刚才表现如何？啊，我觉得非常好。那您再看一看现在谢先生的表现如何呢？嗯，非常好。哦，那看来恢复得很理想呀。嗯嗯，我刚刚在跟您聊天的时候观察到您的眼皮还会有一点点往下拉的反应。对，现在有受累的情况下稍微有点眼睑下垂。嗯，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基本上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嗯， 嗯，那吃东西呢，现在还受影响吗？吃东西基本没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能吃花生米吗？别说花生米，啃猪蹄儿什么的都没问题。看来牙口恢复好了。嗯，尤其是笑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以前一些微表情全没有，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嗯，所以双方交流啊，这个以前太烦恼这些东西了。嗯，有时候跟人交流都没表情的说话，这个现在表情非常丰富，能够去看到您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对对，嗯，笑得也很灿烂了。谢谢。好，辛苦两位，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了。谢谢。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下一位嘉宾张杰。当时您在发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呢？我最主要的就是四肢无力。我初期是最先感到的是四肢无力，然后就是发现写字写不了了。我妈说我就是缺乏运动，让我多去外面走一走。然后就是走了这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就是好了，然后就没有重视它。后来就是有一次体检，发现我有一个胸腺瘤，然后我就去做手术嘛，把这个瘤给切了。然后切了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就是又四肢无力了。嗯，就是吃梳头呀，吃饭都就是举碗也举不动，接着口齿不清呀，然后就是面瘫之类的。后来就越来越严重，然后影响到了呼吸。然后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然后就跟我爸和我妈说我要去医院检查。一开始去的是一个中医院，然后中医院就是给我做了一些治疗。后来我跟那个医生说我还是有一些很不舒服，然后呼吸也不太行，就是赶紧的转诊，然后发现我就是这个病，然后就对我进行了治疗。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就是那个呼吸已经十分不行了，然后躺那儿就动不了了。然后就是当时那个转诊到 ICU 的时候，就急救车里面就感觉就是过了很长时间，然后就感觉是自己晕倒了之类的。然后那个后面的事情就是进 ICU 了。当时多大年纪啊？首次发病的时候是23，后来更重一些的是24。哦，那发病的这么重，那会儿你心里害怕吗？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嘛。嗯，后来进了 ICU， 他们就说好好的就是听医生的话就行了，然后后面就反而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打准还记不记得当时张杰在 ICU 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嗯，还是记得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张杰呢，就是在 ICU 里面，发现那时候还插着呼吸机，哎呦，也就是说自己呢还无能为力，自己去喘气儿，用机器帮他呼吸。其实对于张先生和谢先生来说呢，重症肌无力只是在局部发病的比较明显，但是对于张杰来说，虽然很年轻，但是他全身都出现了症状，这个说明他哪些肌肉受到了牵累呢？重症肌无力呢可以累及全身任何部位的骨骼肌，能想到有肌肉的部位都可以受累。嗯，但是呢确实是像谢先生和张先生，他受累的部位呢相对来说张先生最极限的只是在眼外肌，那谢先生呢还累积到了球部的肌肉，那张杰呢就更广泛了，除了眼外肌、面肌、球部肌肉、肢体的肌肉，那还有呼吸肌，这是最重的了，我们在神经科里就叫危重症性的神经肌肉病了，就是需要进监护室了，进 ICU 的疾病。是，但是当时最初的表现就是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的，走路也比较费力气，乏力。
那这个是说明哪些肌肉出现问题导致的呢？我们肢体的，你看胳膊也好，下肢也好，那皮下全是肌肉，所以任何一部分的肌肉受累都可以出现相应的症状。那如果上肢的近端，我们叫近端受累，我们就可以出现举胳膊没劲儿、梳头没劲儿、然后够东西没劲儿，这是最最经典的一个表现了。如果要是因为重症肌无力所导致的没有力气，和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所引起来的没劲儿、不爱动，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吗？临床上确实需要鉴别，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眼外肌那个上视实验，它也是一个疲劳实验的一个方法。那胳膊呢，我们也有一个方法。我们请张杰和刘阿姨到台上来完成这个演示。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达主任教教大家这个自测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上肢伸平的方法，这是我们国内通用的测量我们肢体是否有疲劳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鉴定是我们神经肌肉接头受损了还是其他原因。那通常呢，我们就测平举呢是举120秒，这是2分钟。看看大家能否坚持，对吗？对。好，那我们计时开始，看看大家保持的时间有多长啊。来，3、2、1，开始。有难度吗，刘阿姨？没有难度，觉得肩膀酸酸的。缺乏锻炼。是的，在这个举的过程中呢，确实呢也比较辛苦，因为我们在给病人测之前，我自己也都测试过，举得很辛苦，很累的，但是呢都能，作为正常人都能坚持下来，维持这个姿势。要是每天都是做这个训练呢，可能就很容易了。那如果要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做这个测试的话，他会有什么表现呢？他就坚持到一段的时间就抬不住了，可能这个胳膊呢就下来了。那我们会实施一个提醒他再回到原位。因为有些人需要提醒就可以恢复，作为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呢，我们再提醒呢他也恢复到原位了，只能是越来越掉下来，恢复了这样这个实验就要停止了。时间差不多了，5、4、3、2、1。哎，很厉害哎！大家都成功的坚持了2分钟哈。那我们请达主任来点评一下。刘阿姨还有张杰哈，做的都非常好。就是在2分钟的过程中呢，这胳膊能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的状态，就提示呢我们上肢的肌力呢是非常好的，不存在这种病态的疲劳。张杰没有治疗之前，你能大概举多久？举不了多久，就几秒吧。几秒钟。那你现在好棒啊，坚持了2分钟哎，而且一点都没有往下掉啊，那看来恢复很理想，是不是？现在这些身体的症状还有吗？没有了，都挺好的，就是吞咽也不困难了。得了重症肌无力之后，然后就是写字儿就是又难看又没有力，但是现在就是又恢复到了又有力又好看的那个阶段了。然后就是眼皮，原来我眼皮其实也是耷了的，后来就是现在一看看也没有很耷了。很有神。那现在走路还有劲儿吗？走路也很有劲儿。然后我最近发现就是上楼梯的话就是气儿也不喘了，然后能一次性上好多台阶了。真的是恢复得特别的理想。我听说你治完病之后还考研了。对，好棒啊你。都没考上。只要是有这个动力和目标，我们就继续努力呗。这是一个好的这个动力，生活的动力。达主任看到张杰的进步，您有什么感触？其实我看到每次来复诊的时候，我还是真的很开心的，因为他第一次，我从接诊他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很重嘛，在监护室里面，出监护室大概是11月份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不见得记得很清楚了啊。那你实际上我在门诊看他，一开始是在12月初，然后开始是每周都让他来复诊，又每周来给他调药，还怕他再出现新的呼吸的问题，好不容易脱机了再插管，这是很痛苦的。所以就他复诊又1周1次复诊到2周1次复诊，最后到后来的3个月呀、半年呀，现在是1年来一次啊，所以也很开心哈。尤其是鼓励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想考研要去，一定要去考。对，在治疗上和在学业的追求上都要继续加油努力，好吗，张杰？好。
辛苦两位，我们先回到座位吧。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四位嘉宾哈，刘阿姨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大家对您也非常的熟悉。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没有听说您自己本身有重症肌无力的问题。对，我没有，是我爱人。他的典型表现有哪些呢？眼下垂呀、啊、推咽呐、全身肌无力他都占。他那个眼下垂呢，一开始的时候吧，早上起来就一个眼睛眼皮下来了，我就很奇怪的跟他开玩笑，哟，我说今天你怎么这么带劲呢？一眼大一眼小，还开玩笑呢。啊，还开玩笑呢。他要他说我这个眼睛今天早上起来就是睁得特别费劲嘛，到下午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下午呢干脆这个眼就好像就睁不起来，就成了一只眼了。后来我说哟，我说你这样可不行，我说咱是不是得上医院呢？他说上医院看什么呀？我说看眼科呗，你看眼睛有问题吗？那就看眼科。好了，我们就去看眼睛。眼睛就是给他检查过程当中说有点那个叫白内障，老年人嘛，他今年都67、68了，说那就吃药吧。回来以后没过几天他就说不行，我很难受。他说我怎么觉得我这个胳膊这个身子怎么没劲儿啊？他说我是不是脑梗啊？又怀疑脑梗。然后我说那有病咱就看吧，又来医院，然后就住院。大夫呢查了半天，然后说是不是你换个医院吧，他说我们给你会了一下诊，怀疑你有点肌无力。他当时啊，我跟你讲哈、啊，就坐在那个床上就塌下来了，就是肌无力，吓坏了。哎，对，说不可能。他说那你现在的表现就这种表现，因为你看你眼皮下垂，然后呢你四肢无力，再往后发展呢，然后呢他吞咽就有问题了，他吃饭呢他就吃不下去，我就给他那个把那个饭呢就给他弄成特别的怎么说放料理机给他打碎，然后给他就喝。哎呦，当时你就别提了，真的我现在在这说我心情真的都很激动。为什么？我给他喂养，我给他喂饭，给他擤鼻子，上厕所大小便全是我，完全伺候他就跟伺候孩子一样。这些行为他都自己完全完成不了了是吗？就是说他自己都自理不了，就是走路啊穿鞋呀、啊、你说穿个鞋提个鞋提不了，就根本就是说白了。后来我就给他形容了，我说你看你现在就成了一个像植物人似的，什么都干不了。因为我们家先生原来个儿不高哈，但是很精神的，现在就整个人都塌下来了，整个就是没有力量的，就是这种。我们家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有一次下楼梯，就像刚才说的，就是看的是重影，一下楼梯光摔了，把脑袋摔一大包。好的，谢谢刘阿姨。刘阿姨爱人身上出现的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重的，跟其他人呢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他咽东西特别的费劲儿。这个是哪部分的肌肉出现问题导致的呢？这个吞咽困难啊，就是我们叫咽喉部的肌肉出现了问题，围着我们颈部的这一圈的肌肉，主要的表现就是吞咽困难，然后喝水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现说话出现鼻音或者是说不清楚，这些呢都是咽喉部肌肉受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哦，咽喉部如果要是肌肉出问题了，为什么会影响吞咽甚至是发声呢？因为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它管理的就是发声和吞咽是两条通道，就是说气道和食道嘛，先后排列的，那它上面的这些肌肉受累了就会影响和气道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功能。症状会出现气道相关的和食道相关的，它就是会出现这个声音的不清，声音的嘶哑或者是低沉，吞咽呢就是吃饭喝水受影响。刘阿姨，当时您先生发病的时候说话的声音变了吗？对，说话声音就变了，他根本就想说的时候他说不出来，而就是啊，就没有力气，就不像咱们这样能说出发出字儿来。他就说是他吃饭的时候就就着急的，就是他不要吃这个，最后他就说白了就跟那哑巴一样，因为他说不出来，他就给你比划了，我不要我不要这个。那我们在临床上有什么样的办法来鉴别确实是咽喉肌受到了攻击导致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呢？临床上查体呢，我们让病人数数，从一数到50，找不清楚那一点。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让病人
读报纸，那读一段话，你看你是不是越读越不清楚，这是一种。然后还有呢，就是通过在诊断的时候打药之前也让病人读一段话，听听读的程度，就一开始就不清楚嘛，那么打药之后过一段时间再让他读相同的这一段话，看看是不是声音就变得清楚了。嗯，那这个我们来判断。哦，这个是检测的过程当中很有必要的一种手段。是的。那刘阿姨，当时先生在发病的时候症状说实话是挺重的。对。那后来经过了治疗了吗？后来经过了一段治疗，现在就好多了。也脱离开了轮椅，吃饭呢，上厕所呀，就是起码来说他能自己能做得到了，原来都是由我来做。现在可以，就是说怎么说，可以下楼去遛弯，但是不能走的时间长。特别欣喜的看到您的爱人身体慢慢的得到了恢复哈。对。而且刚刚我们三位嘉宾也都提到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我们身体之前出现的相关症状都得到了减轻，甚至是完全消失了，特别替大家高兴啊。谢谢。所以这现在能够看得出来，重症肌无力是一个可控制的疾病了。是的。跟我们神经科的我们专业的其他神经肌肉病相比，这个病是预后来说最好的一个疾病之一了。80%-90%的病人能够恢复得很好，如果完全遵医嘱的话。张先生当时在治疗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激素吧，当时静脉注射好像是几天吧，好像是不到一个礼拜，我这个症状就彻底好了，就是以前复视嘛，就不是复视了啊，看东西非常清楚了。然后那时候后来就开始是吃那个激素的药品，那个药片，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减，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就不吃了。后来我这又复发了，后来又是调理嘛，根据我的病情，现在正维持得非常好。嗯，我的用药主要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用药大概有一年，完了达老师给改的用的激素用了3个月。后来改的这个分散片，我一直用这药到现在，现在恢复的也挺好。那打准，如果要想很好的控制重症肌无力的症状的话，我们服药是阶段性的服用就可以了，还是说我们这一生都需要服用这些药物呢？那首先我就想会跟大家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您得了糖尿病和得了高血压，能够停药吗？那这个呢，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啊，我这个没法停药。事实上我们重症肌无力呢还是强调的是长期的用药，但是呢也有一少部分病人呢中间是可以停药的，比如像我们的张悦嘉宾啊，他这中间呢他治的确实很好，那我就尝试呢给他停了一段时间药，但是呢复发了。像这种情况下，宁愿非常小的剂量，比如说我们说1片半的激素，这样的维持对我们的机体是没有太多的损害的。嗯，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有关于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咱们及时的去就医呢，我们的医生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的。非常感谢达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知识，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